这里便是九域，端木，你在做什么？这是化地为老鼠，凡人之力无法突破。九域乃幽族地界，里面凶险。红鸾是我细花流的人，他来这里是为了我细花流之事。展颜，我说过，我的人我来护，我的事不需要别人插手。你不用为了我以身涉险。 端木，你放我出去！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启风府。那你就当我端木翠小妾，不愿意让展大人进九域，抢了我西华流的风头。端木，你别闹！展颜，这个隐身斗篷，它可以护住你人的气息，护灵珠不惧水火，可以保住你不被九域阵法所伤。你在这里等我，若我归来，我们便一起回去。你把这些法器都给我，那你呢？ 我是神仙，不需要这些。端木，你听我说，你让我出去，我答应你会留在这里等你回来。迟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让你不要做力所未逮之事，你哪次听过？若你以前行事让人放心些，我今日便不会这般对你。我在你心中就这么劣迹斑斑？你在我心中。 端木，你怎么了？端木，你快点放我出去！可是，没有可是。快，这里很危险，你别管那么多，你快放我出去！我没事，你安全就好。这个结界能护你周全。端木，你回来。若我回不来，这个结界一日之后便会解开。 你立刻离去，千万不要进来。端木，端木，你快回来！端木 ，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